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浩蛋。三六一度最新的大三 Pro 乌龙茶配色，给大家分享一些上脚感受以及入手建议。首先，大家可以来给它的颜值打个分，我觉得这个外观还是很能打的，整个造型线条都很锋利，一看就知道是后卫鞋。42码单支371克，重量控制的也算是比较到位。这双我是按照正常码来入手的，需要穿着精英袜，不然包裹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空余。上脚可以感受得到动态绑带这一块的锁定会比较紧，整体的包裹比较自然，没有压迫感。那么作为 Pro 版本，最明显的升级还是在中底，使用了一块异形碳板以及全掌的超临界材料，脚感非常的明显，很软弹也很澎湃。不过因此场地感就有所下降，足弓这一块也是提供了支撑，为了加强防侧翻效果，前掌部分也做了明显的加宽处理。最后入手建议的话，如果你比较追求脚感，那么这双鞋我觉得肯定能让你满意，真的是又轻又软弹，舒适度很不错。但相对来说，那些喜欢场地感的人就没有那么合适。在脚型适配方面，我觉得正常脚以及瘦脚都可以选择，宽脚和高脚背的朋友建议先试穿一下。